虽然这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别人来管制我们的国家。那我们自己是变了一个难民，在世界各地流浪，在世界各地。原来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国家嘛，但是是人家控制的。联合国有没有看到，在西藏那边基本的人权也没有了。所以在西藏那边的西藏人是一起会希望，就是联合国可能会关心西藏的人权。 藏人外来国家是永远不会放弃的，所以继续努力外来国家。